你在画什么呀？让我看看。画的不错呀。妈妈，你不要拍我的画。为什么？我画的是鸡蛋，我怕你把它拍碎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画完画，我想去乡下看一下外婆。哇哦！你这小家伙，还算你有良心哈，还知道乡下的外婆。那我们准备一下出发吧。好。十只大西瓜了，原来你俩是惦记外婆家菜园的西瓜呀。我是饿了。那妈妈去给你泡杯奶粉再去外婆家，你要好好的喝奶，身体棒棒的，以后才能更好的保护妈妈呀。你像一个模糊呀，还有保护。哎呦我的妈，跟换行。你给我站住，站住。追不上我爸，好烦呢。妈妈，你知道车和人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，有什么区别啊？车只有离合。那人呢？人有悲欢离合。车被参透我。那机器人有悲欢离合吗？哎呦我的妈！